喝什么？我要一个港式奶茶吧。嗯。啊，你女朋友要点冰的吗？哎呦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不过你们好般配，好像一对啊。对，就不能乱讲。说错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太太。啊，我就说嘛，你们真的好有夫妻相。哎，你不是喜欢吃蛋糕吗？谢谢。焦糖吐司。哎呀，你别在人家面前这样，别乱说话了，真的是奇奇怪怪的。给我太太来一个。哎呀，你别乱说太太了。哎，你好，港式奶茶我要热的。哎呀，我真想砸过去，真的是。哎，张姐，我有点害羞，体谅一下。是不是有点害羞，太太？你别再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拿文件夹砸你。哎呀，别怕啊，太太。哎呀，老公在呢啊。